是难产，小孩出生的时候是已经死亡了，当时医院里就赶紧急救，依然是没有那个生命的指征，又给他转院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小孩的父亲全程跟着的，转院之后呢也是没能抢救过来。从医院回去之后，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把这个小孩带回家了，他拍了好多段视频，他在网上持续的来发布，他会有人关注呀，这样医院有压力呀。现在孩子的父亲已经理解了这个事儿，也和医院已经形成了一致意见了。造谣生事